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hannel. My name is Wang Yilin. I think learning languages is a very interesting but tiring process. So I am motivated to learn how to teach English, because I want to help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evel when they study or work overseas. They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native speakers fluently and originally. I always describe myself as a positive person, since you will meet various challenges every single day. You know, you just learn to enjoy them and learn from them, then you can be a better person. So I think this is me. Next part, I will briefly teach a part two topic in Chinese,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in IELTS speaking exam. 下面呢，我将会用中文来讲解一下雅思的口语这部分。雅思的口语呢，可以分为四大部分：人物、地点、物品、事件。这是雅思口语的第二部分 ，Part Two 主要考的四大部分。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人物题。人物题呢，分为两种：普通人和名人。在描述普通人的时候，通常我们主要是说他的样貌啊、性格啊、你和他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啊，这样。那么在讲述名人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讲他们的职业还有成就，因为通常名人嘛，大家都知道长什么样子，所以在样貌这方面不需要过多的去描述。那么看今天的这道题，它是出自雅思十一，剑桥雅思十一这本书里面的，是 Describe a writer you would like to meet。那我们在准备雅思口语题的时候呢，我们要用这个串联的方式，那这道题呢可以和这个名人这个话题来串联，比如说这个 famous person 啊， celebrity 啊， a person in the news 啊，都是名人。那我们想要把这四个题全部一起准备出来，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准备一个有名的 writer， 有名的作家，这样就可以全部都串联起来了。那通过这个话题卡呢，有三个问题作为引导，就是 Who the writer is?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is writer already? What you would like to find about him or her? And explain why you would like to meet this writer. 那我们的解题思路呢，就是首先根据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作者的什么，那作家嘛，肯定是通过他的书，他的著作。你还想了解关于他的什么，那这部分呢，我们主要是可以说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和他做的贡献，因为通常情况下作家嘛，他写出来的作品肯定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你肯定想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经历，他经历了什么呢，他才会写出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著作。还有呢，就是因为当这个作家出名了，成为名人了之后呢，他赚了钱之后，他一定会回馈社会，给国家社会做贡献，他会去做慈善，他会去资助一些人啊，帮助人啊，这一类的做慈善贡献，那也就是第三部分我们要说的。那么顺着我们的解题思路，先看第一部分作者简介。那开门见山，肯定要先说你要说的是谁，你要说一下他的名字。那三种说法都可以。 Let me talk about 谁谁谁。 If given chance I would like to meet blah blah blah. Today I'd like to talk about 谁谁谁，就是说一下名字，后面加上作者的名字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说完这个人呢，你要简单的介绍一下。那
就介绍一下他的生平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说的人，这个作家呢是郭敬明，那就可以说 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hanghai, China, 对吧？那提到郭敬明这个人呢，我们就想到他是一个酷酷的，然后非常有天赋，因为传说中啊，他以前写的作文都是满分的，所以他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一个作家，是吧？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接着说，就是 He is a cool person who inspires me a lot, and he is very talented in writing. 注意这里有一个短语非常的实用啊，在某方面非常的有天赋， be talented in something or in doing something.就是在写作方面非常的有天赋，这个呢就你看这个两三句话就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这个简单的作者简介了。那么下一部分我们就要说他的著作了。著作你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 Actually, I'm not fond of reading. 就是实际上呢我并不是很喜欢读书，但是呢因为他的这本书非常的经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喜欢去读。你大概要表达的下面的内容，你大概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注意刚才我们说的这句话 I'm not fond of reading， 这个 be fond of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 be fond of something 表达的就是说喜欢喜爱做什么事，或者喜欢喜爱做某件事情。那相比起说之前我们总是用 like 呀 love 呀，那些都太单调了，所以这个呢 be fond of 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法。那么就该说了他这个著作叫什么名字。 But the book named Tiny Time caught my attention， 说了这个名字然后说 caught my attention， 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其实表达的意思就是很吸引我，这个书呢很有意义。就会变成描述一本书，就变成描述了一个事物了，我们要描述的是这个人，所以说这里用一两句话概括即可。然后呢下面，那你既然说这个书很有名让我很感兴趣，那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呢，或者是他到底怎么样呢？下面说 It is so classic that has been remade into movies. Classic 经典的，这个书很经典，经典到了什么程度呢，都已经被翻拍成了电影了， remade into moviesRemade 这个 RE 这个前缀呢表示的是再一次又重新，是这个意思。 Made 呢作为 make 的过去式，它是表示制作，重新制作， remade 重新制作到一个电影当中呢，就是重新被翻拍成了电影呗，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句子的里面这个 so that 这个搭配呢表示程度和这个程度所导致的结果，非常简单实用的一个用法。接下来说 And both the book and the movie topped the charts of most major markets， 也就是说这个书和这个电影啊都名列前茅啊，这个 top 表示的就是高，在前面的这个意思， the charts of most major markets， 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竞争中它占了前一部分，那就是名列前茅，取得了很好的名次的意思。这个用法非常的好， top 也是动词名词动用了，所以这个用法很好，请大家记住。然后接着说他已经这个取得了成就了，也就是说他非常的成功了。He achieved a great and expected success. 注意啊，这个 success 呢，它用两个形容词来修饰 ，great 和 unexpected。所以呢，使这句话显得非常的不单调啊。这个 unexpected 呢，就是指我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会取得这样的一个成就。所以说呢，这个单词的用法非常的好。然后呢，下面这部分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嘛。所以你可以在下面加上自己的一点点想法，或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总结，作为它和第二部分，就是下一个部分的一个链接作用。那这里呢，可以说 Since I studied in middle school when I read this book, I always recall memories of that time, which was beautiful and precious. 一般90后的话，应该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是在初中或者是五六年级或者是高中，就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嘛。青春年少的回忆都是比较美好啊，比较珍贵的。所以说这句话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是在初中的时候读的这本书，那么我现在一拿起这本书或者一看到这个书呢，我就会想起当时那个非常美好非常珍贵的这个回忆。Recall 呢这个词 ，re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表示又再一次的这个意思。Call 打电话嘛 ，recall 合在一起，那就是唤起，唤起了之前对于之前的这个回忆，然后加上这个从句的表达 ，which was beautiful and precious。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第三部分啦，第三部分。可能要说的稍微多一点点。首先呢，我们可以说一下他的这个贡献。Besides his writing career, he also keen on charity. 或者呢，这里可以说 he also devotes himself into charity， 表示他致力于做某事 ，keen on charity。他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呢？He donated countless money and books to a children's library. 他给这个儿童的这个图书馆啊捐了好多的钱和书，因为他是作家嘛，他给图书馆捐了书，能让孩子从小就有这么多的书可以读，培养他们这个文学素养、文化素养，是吧？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那么说完这儿呢，下面来说一说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吧。这里呢，其实是应该我对他的人生经历感到非常的好奇，我想知道他之前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才能让他写出这样一部非常有名非常经典的一部书。所以这个是这一段要表达的意思。那我们看， It is known that art inspires by life but beyond it， 这句话非常的经典，就是它表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他写的小说呢，所有的小说都是取材于实，就是这个实际生活，但是又经过自己的想象啊改编啊，然后我们形成了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所以呢，这个 art inspires 是激励，从生活中激励了我，这个就是激发出了我这个灵感，然后我这个作品呢 beyond it， 但是要高于生活，高于生活呢这个词用 beyond， 这句话非常的好啊。然后 I really want to know what kind of life experience makes him who he is， 我真的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让他成为了现在的他，让他成就了他自己。这个里面呢，这个 make him who he is， 这个 make 的用法呢非常的经典。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用法呢，就是 made， 它的过去式。我们在用 made 的时候呢，会说 I made it， you made it， 就是我成功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的 original， 非常的地道的一个表达方式。如果能够用到这个词，这么简单这么地道的表达方式的话，一定会加分的在口语中。那我们继续看啊，那你不能只说这一句话吧，那太少了。你可以说你自己有自身的需求，所以你才想见见他，对吧？ By the way, I want to write my own book based on my studenthood or school days. So I think his insight and personal ideas could be hugely beneficial to me.我主要就是这句话呢，主要讲的就是我也想写本关于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的这个书，所以呢，我想向人家取取经，向大师取取经，看到底写这个一本书的时候，写人生经历的时候呢，是应该。
So I think his insight and personal ideas could be hugely beneficial to还有个词组就是 hot spring 温泉的意思，这个里面呢 spring 就是表达这个泉水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这个情境，所以这个 spring of inspiration 表达是源源不断灵感，非常经典，非常 original 的这个用法，再次提到了 original。 那这个口语的这个 part two 部分呢的讲解就结束了。刚才我讲解的都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方法，按照它的话题卡，我们这个进行思路整理，还有这个考试的时候笔记啊应该怎么做。说到笔记呢，我希望大家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啊，比如说某个话题，比如说名人的这个话题吧，你可以记一些关键词，这样的话呢，你当你做这个笔记的时候呢，看到关键词你就会想到，哎，我当时是怎么准备的，我当时是怎么想的，然后一下就串联起来了，你就可以把这个 part two 呢说得非常的有条理，非常的有逻辑，得分自然肯定不会低的。那么下面呢，我要介绍一种现在江湖上非常非常火的一种方法，叫 PPF， 它是由一个外国人叫 Ray 的一个外国人提出来的。它代表什么呢？代表是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那我们把这个 PPF 套用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里面呢，就是在 past 部分，你可以讲述一下在你小的时候读过的一个作者的哪本书，然后呢，你为什么喜欢他呀，或者是他主要讲了什么呀，用两三句话概括出来。然后 present 呢，同样就是你可以描述一下，哎，比如说你上一周，你近一个月，你读了哪个作者的哪本书。然后 future 呢，你可以说在未来你想要读某个作者的哪本书，是以前没有读过的，你很想读，在未来要去读的。然后在最后再归纳总结一下我为什么想见这些作者，简单说一下原因就好了。这样呢 past, present 和 future 这三部分，每一部分你可能只用到30到40秒的时间，那么这三个部分加一起你就会1分半到2分钟，就是不会碰到那种没有话可以说，不知道说什么那种紧张那种心情。但是呢，我要提一点，就是 PPF 这个方法一定要慎用。正常来说呢，我们肯定是要用那种常规的方式，就像刚才我们上一部分讲的来备考。这一部分呢适用于什么？这个题我从来没见过，我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这个题，我可能思路一下就乱了，什么口语啊，不是什么那个语法呀、单词啊，什么逻辑啊，全部都乱了。如果是碰到了这种情况呢，你可以用 PPF 的这种方式，得高分的几率呢也是比较高的。但是正常的情况下，你如果你准备了，你还是要用我们的常规的方式。有的同学就会问啊，老师，这个人家让说 describe a writer you would like to meet， 但是你如果用 PPF 这种方式呢，你就要 describe three writers you would like to meet， 那你是不是跑题了？其实不是的，因为在雅思口语的考试当中呢，我们主要测评的是四个方面，你的发音，你的单词啊，语法，还有段落，包括句子之间的这个衔接，主要是这四个评分的这个规则。所以说你在描述的过程中描述三个作者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啊，如果举个例子，考官让你描述一个花，你说考官我不喜欢花，我要给你描述树，然后你就说了三个树，杨树、柳树、松树，那这肯定是跑题的。所以说 PPF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慎用。但是它是一个在考场当中救急的好方法，因为每个部分你按照它这个
past, present 还有 future 这个顺序来说的话，它很有逻辑，而且每个部分你只讲三句话左右，所以它简单清晰。所以说如果在不得See you later.